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某小贩哈，用200元买进相同的玩具一批了。好，我们假设哈，他买了 N 件，那这样的话，每件哈，它的单价哈就是 N 分之200。好，那他现在呢，留下2件，卖了这么多件，而将其余的哈，每件哈加5元出售。总共有 N 减2件，然后就卖的钱。好，卖出去以后共赚了呢700元，哦，它的成本是200，减200哈，哦，70元啊，赚了70元，卖出去的钱减掉它的成本，赚了70元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，求他买进的玩具几件？好，要算这个 A， 啊，还有每件买进的价格啊，就是这个。好，那这怎么算呢？我们把它给通分，或是可以约分的，约掉5×5，5×5=20，5×4=20，5×5=20，所以就得到哈 ，n 分之40加 n， 它是 n 减2，它等于多少呢？移过去54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是，这上面把它展开，上面把它展开是 n 平方，加 40n 减 2n 就是加 38n， 等于多少呢？还有什么？还要减掉多少呢？减掉80，哦，交叉项是40n 减 2n 嘛，38n， 2×40 80等于多少？ n 乘过来54n， 所以就得到方程式 n 平方减掉多少呢？54×38 616负 16n 减80等于0。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可不可以交叉相乘？哦，20跟4负的正的，也就是 n 哈等于20，哦，负是不合的，等于20，也就是他买了20件，然后单价多少呢？单价哈，我们叫 P 哈，哦 price， 单价是 n 分之200。n 减20，200，所以单价是10元，哦，单价10元，买了20件。